羊绒衫竟是用它织成的。小编今天就带大家来探秘。就是它了，羊绒纱线。羊毛衫就是用它织成的。本店的线是26只纯羊毛的线哦。地上一卷一卷的线都是老板自家工厂做的。所以有喜欢的款式也可以找店家定制。视频最后大家可以猜猜看这卷纱线要多少钱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评论哦。更多精彩关注小编，下次带您接着逛。